你看这个，好玩吧？二奶奶，二爷回来了。玩这个。儿子啊！你叫爸爸。是我呀。哎呀，好久不见爸爸了，都不认识爸爸了。爸爸陪你玩火车好不好？哐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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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呜！爸爸玩一会儿。哐哧哐哧哐哧，呜！哎呀，撞到脚脚了。回来干嘛？外面多好啊，有女人，有孩子，还有唱小曲的姐妹儿。事情过去多久了，还跟我怄气呢？你干嘛你？哎，放开我！喂，你干嘛？放开我干嘛？谢谢你帮我找到妈妈的下落，直到她平安，我多年的心事就放下了。至于孩子的事情，我也想明白了，他的身世可疑，你心里有疙瘩，我就先把他放在外边养着，等哪天你相信了，我再把他给接回来。但是这个家无论如何我是不会离开了，任打任骂，赶都赶不走。谁又赶你了？谁又赶你了？我见过凤仪了。啊？确实长得像范林。我真是冤枉你了。你大人有大量，别往心里去。哎呦，我哪敢揭二奶奶的丑啊，揭我100个胆我也不敢呀。哎呀，多谢青天大老爷明察秋毫。